今年是几年几月几日？2009年的新春。1月30号。嗯。团圆。1月25。这个日子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又多了一岁，那我们都平平安安又过了一年。那我们希望呢？每一年都是这样子，这么多人，然后大家都坐在一起，没有少半个人，一直到地老天荒。那今天这一餐丰盛的那个年夜饭呢，是李建宏的阿伯吼，准备的，所以吼，伊是辛苦赚钱啊，然后准备这丰盛的。年夜饭哦，让大家吃，所以大家要感恩他。啊吼，即马迄个李静的阿妈食甲点钱钱啊头啊。有扛牌哦。对啊，都有扛牌哦。